这儿就是清汤嘛，清汤。这儿只有清汤呀，还麻辣味麻辣的呀，重庆没得麻辣的，叫火锅嘛。烤的够不要不要不要，烤的不要，只是煮的。给来份牛肉炒粉，看没？牛肉炒粉，尝个鲜嘛。那你说啥子？笑人。把手术已经两天了，明天弟弟就回去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吃个饭。那两天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，到今天为止呢，所有的人心情都已经开始释怀了，妈妈也没得明显症了。晚上必须要吃饭。我让老汉儿给你介绍这里面的菜品。苹果片片，玉米块块，番茄坨坨，大枣有两只，或者是老洋菜。那、这个是虫菜花，晓得不？我跟你说，等会儿老板过来打你，我跟你说。那我这就毛巾晚上吃的哈，毛巾晚上吃的，嗯，稀饭粥，42块钱一份，一碗，哎，一碗15块钱。明天就给他整鲜小粥。你像那个样子介绍别个里面的食物的话，别个老板在那儿把钱吃了，乱的介绍。明明是葱炒花，对吧？来煮煮煮，煮啊！老煮多，煮完了，你煮老了吃不到。老了这里要煮，点了就是一份儿哎。那么大几个人把那点儿那个吃完，叉子准备好了。我今天晚上是个假四川人，这儿还叫不要？吃得了，帅哥。30分钟。吃得了就打针了。我得怀疑30分钟吃了拉肚子，30秒，30秒啊，30秒，哦，秒，那是分钟了，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的饭，吃的饭，嗯，吃啥？全部念给老老汉儿，总共还要吃8个馒头够。八个。火锅儿，火锅儿烧的是。对，火锅儿烧的有个菜，只要一个。对。你想尝下味道好不好吃？来，尝下好不好吃？它牛肉馅儿的。第二个皮皮是不是还差不多软了？来吃。哎，好了好了。那那几个啊？啊。我的烧，烧红的烧。是吧？说没有？说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不老的，不老的就是一般，不好吃。慢慢吃哦，我饱了哦，好。吃都吃了嘛？我不吃啊，爸爸吃。差不多，你喜欢吃你就多吃一个，不喜欢吃你就少吃一个，好。女娃喜欢吃，吃多了。再过两天，妈就可以跟我一起出来吃好吃的了。那两天把她委屈了，没办法。再坚持几天，她就可以吃那些东西了。我妈也看到下面那场景，她肯定忍不住，她都想下去跳一下。最近我们三爷子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压力哈，虽然嘴巴上没说出来。但是确确实实心里面是多少有点压力。妈把手术做完过后两三天，今天晚上我们三爷子在一起，终于好好生生的吃了一顿饭。前几天吃饭都是随便将就下就算了，也没得心思去吃啊。然后另外我妈出院了过后，我就把她接到邻水，说我还是叫弟弟先回家，我一个人在那边就得行，因为那么多人待在那里也没得必要，造成了人员的浪费啊。回去嘛，多少能帮家里面做点事情。哎，今晚吃了个潮汕牛肉火锅，味道呢只能说一般哈，因为我们对医院附近那些店儿都不是很熟悉，反正就是走到你碰到你就吃到你吃，就是那种，味道不是很好，反正只能说将就。
好了，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